食是什么呢？一起来看看。当当当当，腊梅葵花沙拉，哇塞，是不是很棒呢？是的。好，那在做这个葵花沙拉之前，我们要做什么呀？洗手。好，一起来洗手吧。洗手。这个香肠呢，切一下，切成长条，然后呢再横过来，切成一块一块的，一小块一块的，对，一小块一小块的。喜欢吃香肠的可以多切一点啊。哦，我也喜欢吃香肠。好，火腿肠切成丁之后呢，像红果这样把火腿丁呢放进碗里啊。其实火腿丁呢我们不用切太多，因为呢这个沙拉里面啊还有其他好吃的东西呢。拿出这个，什么呀？玉米，玉米粒啊！好，我们把这个玉米粒呢放进碗里，都放进去，搅拌一下，围一下。哇，是不是香香的？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，有小朋友认识吗？到底什么是紫米呢？接下来我们让智慧宝典来告诉我们。紫米是水稻的一个品种，属于糯米类。紫米颗粒均匀，颜色紫黑，甜而不腻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吃到的紫米美味有紫米粥、紫米包等等。哇，原来这个就是紫米。紫米，我们来用手摸一摸，好不好？软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个头呢，要比它大还是小啊？生米，比较大。来尝一尝，紫米是什么味道？好吃吗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拿起这个蒸熟的紫米，把它放进刚才我们搅拌的这个玉米粒和火腿粒里面。我们把它拐进去，然后呢让他们成为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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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朋友可以尝一下什么味道的。我觉得味道很不错，好不好吃？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。好，沙拉做好以后呢放到一边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鸡蛋饼了。做这个鸡蛋饼，我们当然要用到什么啦？鸡蛋。鸡蛋。哎，有谁知道这个母鸡是怎么叫的吗？鹅蛋，鹅蛋，鹅蛋，鹅蛋。真棒！那大公鸡是怎么叫的呢？公公。哎呀，太棒了！那这样吧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当红果唱到“我是一只小母鸡”，你们就怎么样？我是一只大公鸡，呱呱呱！我来考考你们的反应啊，准备好！我是一只大公鸡，呱呱呱！我是一只大公鸡，呱呱呱！我是一只小母鸡。把这个鸡蛋呢放在杯子的边上敲三下，就像敲门一样，咚咚咚，然后两手一掰，已经开了，咔！哎呀，我这样，哎呦我，哇 ，Sunny 加油！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东西，面粉，哎呀，反应真快。
我们把这个面粉啊倒进这个鸡蛋里。哇，下雪啦，给它撒进去。下雪了。哇，拍拍手，热地了。真想下雪了。祝福大家新年好，祝贺大家新年好。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和鸡蛋，让它们充分的搅拌在一起。哇！好，搅拌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做这个鸡蛋饼了。那鸡蛋饼怎么做呢？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薄薄的一片，哇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好，用勺子把我们刚才做好的沙拉放到鸡蛋饼的中间，四周都包裹起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哎，翻一个个，哎，好，我们来玩个游戏。现在红果果是一张鸡蛋饼，我现在要把沙拉包裹起来，哇！我们把它装饰在这个碗的四周，像我这样。好，嗯，特别好吃。好，草莓装饰完之后呢，我们来看葵花沙拉就做好了，快看。好，在享用美食之前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收拾桌子。太好了，一起来收拾桌子吧。学会了吗？让我们再来做一遍吧。第一步，将紫米蒸熟，放入火腿、玉米粒，加入沙拉酱进行搅拌。第二步，将鸡蛋内加入面粉进行搅拌，做成鸡蛋饼的样子。第三步，用鸡蛋饼把沙拉包起来，并用草莓进行装饰，这样美味的葵花沙拉就做好了。